好，大家晚安。我现在在桃园国际棒球场，然后今天晚上要来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《人生无限公司》。现在要进去了，那么要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入场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入口处这边有一组很高大的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我现在在桃园国际棒球场，然后今天晚上要来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《人生无限公司》。现在要进去了，那么要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入场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入口处这边有一组很高大的Ultraman 超人力霸王 Neos。进去之前下午的时候有直播，有介绍这一尊超人力霸王，他很多人都在这边要跟他合照，很帅啊。然后这边就是桃园国际棒球场，我们现在就要从这边进去。人好多。就是进来入口，看一下这边有。摇滚区的朋友，请看看自己手上票券座位号码。如果是三号的，往哪边走？如果是三号的，就往右边。如果需要使用残疾厕所，明星抽烟商品购买的公告，请小声的对我。
来，双号座位可以往前哦，双号座位可以往前哦。A 九在这哦。好啊，就先就暂时就这边带大家看到这边啦、啊，然后我要去找我的位置坐下来，好、哦、好好的上班了。好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，拜拜。